来，给大家秀一下我们的神器乒乓球拍。进入游戏之后呢，是怎么样？首先得点击一下这个是按钮，进入这个菜单，然后呢，选这个球拍。球拍之后呢，再选一个练习预设，选这个小拳头。进来之后呢，直接选这个 AMVR 的按钮就好了，就已经是预设好。OK， 好，然后就你选出 OK， 退出就可以打了。对乒乓球来讲，我可以说是菜鸟。喂，其实有球拍来说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没有球拍就是菜鸟，有球拍还能假装是大神。喂，哦，赢了，加油！有这个球拍的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，能挑，能拉，能换手势，OK， 好。